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选择自己来捡麦子，自己去亲自磨面。有些人就说了，这样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到超市去买一袋面粉要不了多少钱。我们这里好多人都不怕麻烦，自己去很远的地方拉着小麦自己去磨面吃。我们认为这样自己种的粮食，自己亲眼看着打出来的面粉，这样吃着更放心一点。对于本期视频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和看法，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，下期再见。